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王者荣耀》体验服的游戏视频了。今天先再用一下马可波罗，版本更新下好像是把马可波罗的一技能给削弱了一些，但感觉还没削弱之前就用的不怎么样。削弱的话玩的可能更不一定吧。这边还有一个触手 TV 雪雨，那是一个带直播的吗？但他应该玩得很溜是吧，有他在应该能打得好一点吧。来到王者荣耀，马可波罗杀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远方全军出击。你这样的剑那已经不是白色的吧？战争一场行为。枪变变了没？可以双枪是吧？双子弹来看一下，这应该是它的被动技能，就是双花，可以连打两枪，一下子就等于两次伤害。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现在不摩擦摩擦啦，最开始玩的时候它会叫摩擦摩擦，技能是不会打塔的。行动和欲望决定未来。哦，他们家的马可先杀了，果然现在伤害变低了，打兵都没那么有力了，让子弹快乐的飞吧。现在是只会叫让子弹快乐的飞吧。然后对方来了一个虞姬啊，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虽然躲在草丛里面，差点，他再开个什么招我就挂。这就不血了。看我花寒信能不能把他虐杀，应该没问题。看，果然虞姬被我方韩信击杀，但对方我方有一个谁，关羽被马可波罗击杀了。亚亚瑟斯啊，他不是起名叫触手 TV 的吗？那个是属于直播类的人才会起这个名字对吧？要么是在玩吧，要么不是在直播。关羽不好运了，让子弹快乐。那关羽又变了吗？不知道，我还没用过体验，我还没玩过关羽。体验我都想玩新英雄，或者说是有一些改动的英雄，但是也没听什么说关羽有改动。对方的马可波罗已经比我高级一级。请求集合。太六星，然后我面前傻三了。不看自己多少血，看我打枪，满血的话我就还会来忌惮他一下，是吧？残血跟我对视，前面三杀杀的太开心。摩擦摩擦，是魔鬼的步伐。好了，我又来了，我就撤了。摩擦是魔鬼的步伐，我可不像残血那样跟他对打。
欲望，决定未来。世界和平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就像西部枪战片一样，导致战争一场行为艺术。不是不满血，你不满血状态就不怕了。好像是满血，所以我们暂时不敢太放肆。让子弹快乐的飞吧，还敢飞出来？哎，好了，我看队友来了。亚瑟的技能改成这样的，亚瑟别冲太进去啊！亚瑟怎么那么猛，直接冲到塔底下，塔底下是我们这种常人能待的地方吗？到哪去了？他回去了。我还以为他回城了，他现在还没回。找个机会冲到草丛里面去，肯定在草丛了。好像可能在草丛的话开个大招。进攻暴君，请求集合。不打他，打这个炮塔。哇，虞姬来了，骑马可波罗的虞姬韩信两个。我也转换地方，上路拆完了，拆完一个塔，下来都没人打。虞姬老跟着我干什么？虞姬看上我了。这关羽怎么老被人击杀？哇，这伤害也还是蛮高的嘛。离开千里之外，这石头跑的，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哎呀，没技能，我操！刚才点了半天，我说怎么点不出来技能？看来那个怒气值不够。战争一场行为艺术。先撤。就是开大招然后冲过去就有点卡了，差点冲到对方塔下去了，还好及时回传，要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行动和欲望决定未来，请求集合。双枪，请求集合。双枪的英雄我感觉还是虞姬好一点，虞姬没带皮肤的，他是没带皮肤的，他是带的双弓箭，嗯啊。那有皮肤的，他是带的双枪。又是两个家，两个妹子在这里，出去很容易被妲己定住了。好，妲己就一个人了。丢！小妲己到哪里去了？对，就是有点卡，关键时刻老是卡，卡的我都追不到他人。我都作为一个炮灰的，把他的技能全部吸引掉了，他的大招二技能全部没有。战争，一场行为艺术。关羽把他引下来，别把他赶太远。喂，跟你说引下来。夜空敌方。
可波罗世界，还有诗和远方，还有那西地的远方西南，怒气如何？黑大刀，黑大刀，哎呀，这个本来应该会解决的猴子，就是卡一下。哎呀，太卡太卡，人一多就卡。所以说，在镇湖里面的话，应该就不会这么卡一点，可能在镇湖里面效果就好打一点。看来这个马可波罗还是蛮不错。第一次玩的时候觉得他很弱，主要是可能也是由于卡吧。我说不怎么卡，刚才那个猴子应该是会被我击杀的。卡掉我点技能，点不出来。我的三连杀就被终结了。世界和平。你开大招，开大招老是跟不上节奏，我操！本来想冲上去开大招，但是卡呀，刚我等我点完那个大招按钮没用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在体验时候就不敢玩双语了，双语更卡的话更容易挂，然后怒气值不够，主要是怒气值，还恢复的好慢啊。哦，又卡喽。好死了他，但不是我杀的。能抢一个助攻是一个助攻吧，门头就暂时换气抢了，好抢，不卡，运气好的话能抢一个，运气不好的话能被人抢。集合，进攻暴君。世界和平。不要看地貌是绿色的，但地图一旦到人多就相当卡，操作不来，那方向都很难控制，特别就是一技能的攻击，要是他一技能能自动锁定的话，秀才高风险高回报。动伤害更高哎，我在每次换大招都要跑来跑去，大家先上，可能我变后，错过了打到对方的，可能是大招应该不动的话，伤害更高，打底直接被我杀了对吧？进攻暴君，再移速度达到100%波动，反正他换技能的时候，他移动速度也提高，伤害也提高。和进攻暴君，抢不到人头，抢暴君，瞄准，这把没瞄准，撤。我靠，大招被他刷了。我都没换招就直接被他秒了，就靠这方，猴子还差那么一点就可以把对方韩信击杀了。这个体验服资格虽然难拿，但是服务器确实是有点卡。我一点主要是体验新英雄，还有一些变更的英雄，也就是这个亚瑟。
酷狗 TV 血雨，要不要跟他太混了，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在直播，我也在跟着他在打直播呢。我是你的探路兄弟，等我们，我们就来了。我们的支援部队很强大的，哎呀，直接给韩信击杀了，双杀了，来啊，直接冲进来，太狠了。哇，韩信，哎，怎么一下子冲到我前面去？敢换招啊，他就差我换歪了。哎呀呀呀，这么卡。对方投降了。团灭，直接推基地。猿虎的猿虎的这个段位没用，这比分我也打了，分数总分打了9分，哎，也算蛮高的，打了第二名了。最高的还是我方的韩信，杀了11个。对方的对方的运的很溜啊，对方的那个80波打了10分还是 MVP。他杀了13个，他出的装我是默认推荐的装备，他有改动，他出了一些新的装备，到时候再参考一下吧。参考他的出装是打一下，他这个出装是纯攻击的，我这个也算攻击的，就类似于战士吧，类似于孙悟空之类的，那些偏向孙悟空好像。那好吧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击订阅点。